大家好，我是吉尼格尔的外甥女，也是今天的外景主持人。这里是我们的家乡新疆阿勒泰。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参观一下我的小姨吉尼格尔的家。快来快来，我带你看一下。大家快看，这满墙的照片都是我的小姨吉尼格尔在国外训练的照片。这是我小姨小时候的照片，是不是和我一样可爱呢？快看快看，他们正在看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呢。接着看，这是我的姥姥，爱你哦。大家快看，我们这里正在做阿勒泰的特色风干牛肉。小姨，不要太想我哟，我在新疆阿勒泰为你加油。